一個77歲嘅教練被控8至9年前非禮一個學生，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。裁判官接納控方申請，禁止披露被告同埋事主嘅姓名。控罪指77歲被告2009年9月至到2010年4月嘅其中一日，喺大埔一處地方非禮一個學生。被告喺庭上話明白控罪。辯方律師指被告已經退休，事發係喺多年前發生，準備文件需時，申請將案件押後。裁判官暫時唔聽取答辯，案件喺6月15日再提訊。被告獲准以5000元保釋，期間唔可以直接或者間接接觸事主。